Hello， 大家好，第二節的繁忙兒童音樂室又跟大家見面了。啊，今次第一首歌，即第二節的第一首歌，我就彈《薰衣草》先，因為這首歌都是 Kelly 一首都幾多人認識的一首歌來的。其中一首歌啦，咁跟住咧，我等我揾翻首歌出嚟。好，等我等我揾翻出嚟先，因為咧有一首歌我都係非常之中意嘅。好啦，咁啊嗱呢首歌咧，唔係應該講呢本書咧，其實都係以前啲比較舊少少嘅歌，咁但係咧，我相信咧好多歌咧大家都聽過同埋中意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咧，以前咧有睇過戲嘅咧，就叫做《夏日摸摸茶》啦，咁啊，都係以前一套好受歡迎嘅港產片。咁啊，呢首歌就係 Sammy 唱嘅一首插曲啦，《如果我們不再見》啦。有啲印象嘅，係咪咧？之前睇《夏日摸摸茶》啦，因為以前我都有睇嘅，咁啊都幾受歡迎嘅。咁呢首歌咁啊，好啦，咁呢首歌叫 Gigi 一首歌嚟嘅，就係《灰姑娘》啦。
首歌咧，相信大家都聽過，以前咧都好中意唱嘅，大家都係咪就係嗰首《花火》梁咏琪嘅，同埋呢首《灰姑娘》啦。咁啊，等我睇下先，仲有一首歌嘅。好。咁啊，呢首歌咧就係張學友啦嚇。咁啊，張學友一首咧叫做《沒有童話時》啊。抒情啲啦，咁啊，其實呢本書咧就都幾多流行曲嘅，咁啊，雖然而家咧就唔係好流行，但係咧其實啲歌都百聽不厭嘅嚇。咁呢首咧就陳潔儀咧咁啊嗰首叫《麻醉》啦，即係以前我哋睇電視劇《秒殺人心》嘅歌嚟噶。Thank you.
咁啦，今日咧彈咗啲流行曲啦，咁下次咧，咁啊大家繼續睇翻咧係繁忙兒童音樂室，咁啊到時都會再彈翻啲流行曲，同埋加翻啲古典樂嘅，希望你哋中意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